现在我这么小的孩子，你看看这么小的孩子，刚才门后边他踹进来的话，把我孩子伤了怎么办？这是怎么执法？我们就租的房子，合理合法在这儿住着，他们什么的，开不了，我孩子在这儿睡觉呢。我这租的房子，我就合法在这儿住着，你们破坏我一道门了，第二道门你们直接破坏进来就得了。是不是你们直接闯进来就可以了？好商量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下来来这谈，因为有个事需要进你。来说说啊。不是我孩子这儿都被你们吓得，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这穿一身黑把我门都踹坏了。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你甭管我们那个啥，我刚才不是跟你看证件了吗？你这证件能管是不是？就这么一个纸儿盖个章。把孩子吓得墙根儿蹲着，你们看看啊，看把我孩子吓得在墙根儿蹲着啊。在墙根蹲着，这受多大心理阴影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执法完了？我搞不懂这是什么执法的？这是哪儿的人？我一定要搞清楚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出示一下你的证件。我孩子在这儿睡觉，你们在破门而入。您出来再说，快，来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想知道。我凭什么出去？我敲门为什么不开？我自己家，我为什么要开门？我要出去啊！来，你重新说一遍。我在家自己家睡觉，我拘什么法了？家不自己家，您来，您给我解释，您是什么职位？安全大检查，你着没着把火，知道不？着火，我跟我自己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在自己家睡觉，这着了火。你们看一下，我的孩子刚才吓得在这儿，跪着作揖呢，吓得让你们吓得你们破门而入。我的孩子在这儿睡觉。我帮您、那个、跪着作揖呢，这会儿，我这四岁的孩子跪着作揖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被你们吓成什么样了？那您我收回来了，所以就这个事儿，咱得好好。那但是我是花了好几十万租的呀，这个。你就是你也花。我花了好几万租的，我合理合法在这儿睡觉，你们破门而入是什么人啊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们？我知道您这里边，你肯定也你觉得您也是受害者，没关系啊，咱您说说您是吧？是我刚才重申很多遍，我老婆生命安全这个这更重要，还是把我先嫁出去重要？你们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你们是代表哪级政府？大哥，您先听我说完啊，您要不然咱们这么着，咱们对。不是我刚才给你们重申了好几遍，我老婆现在有生命安全，你们不去管，你们老想着来把我弄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想办法找去呀！我上哪儿找啊？刚才跟着你们一块进来的两个彪。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肯特这一块了，挖掘机已经进来了，工人也在往里头走。村委会，我们腾退工作组的，然后来是给您为了从您的角度为您着想，跟您提说尽量的把您的这个金银细软都带上，把您的那贵重东西带上，尽快的咱要搬家。别瞎录啊，录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没鬼你干嘛呀？没鬼你看怕什么呀？没鬼你揪他干嘛呀？